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。刚刚看到有一位评审的，因为去了这个洗手间，回来在这个前奏的时候他就狂奔。你们真的要让小胖老师心脏病发吗？是不是？小胖老师还 OK 吧？有完成你的任务吗？有的。好，现在比较轻松了吗？赶快回到比赛，谢谢。好的，好的。哎呦，胡夏同学，大家好。刚刚我在想，这服装一定有原因的，是是不是？你居然在总冠军决赛的时候放弃他最擅长的抒情歌路，然后呢，他选了一首舞曲。这个舞曲呢，不管是几零年代的粉丝都听过。你自己宣布是哪一位天王的？郭富城。所以待会会喷水，然后你有穿透明裤子在里面吗？没有穿。啊，你里面没有穿啊？啊，那衣服太好看了，没关系，我们老板在啊，尽量罚钱。好，那哪一首歌？叫做《唱这歌》。哦，那个舞步要很硬很有力耶。对，跟你跳霞霞弄完全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不一样哦，所以那个力气是可以的。可以的。听说连睡觉都在练了。睡觉躺在床上有摆动作。哦，真的、啊？对。人家做梦说梦话，他是开始摆动作就对了。对对对，真的是非常的投入。而且呢，胡夏，我想来到台湾，其实很多台湾的这个大街小巷的民众对你是照顾有加。对。这个连蒋一凡都吃醋了，卤肉饭只有你有加卤蛋。卤蛋。那后来你怎么回报那老板呢？我有去当一日的小店工，帮他们做卤肉饭。哦，真的、啊？然后切排骨啊，什么什么的。哎呦，哇，胡夏不得了了，台湾这个非常欢迎你啊，是，赶快发片呐、啊！好，我们来看看胡夏这一路非常辛苦的过程。谢谢老姐。我叫胡夏，那个来自广西南宁。我想要选那个唱那个《火柴天堂》那个。胡夏，好，恭喜胡夏。第一次听到他唱歌就觉得非常的舒服，感觉好像是那种天籁。被康康老师认为是天籁的胡夏，唱起情歌总是十分动人，温柔的声线加上细腻的口气，胡夏每每都能诠释出不同于原唱的感受。即使是演唱不擅长的台语歌，依旧能够打动评审的心。我觉得你唱歌那个很认真的那个神情，真的让人家很感动，佩服佩服。胡夏脸上得到的分数是10。然而唱功十分稳健的他，却在踢馆赛开始因为频频忘词，连续落入失败区。那时候其实有感觉自己有可能会淘汰，然后那时候其实挺开心的，就觉得为什么会陷入到那么一个处境里面。我妈妈有给我打电话，她会告诉我比赛结果不重要，但是她希望我就是不要是因为自己的准备不足而失去了这个机会。离乡背井来台湾比赛，总是会有想家的时候，胡夏每周都会与家人视讯，借此排解思乡之情。外婆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要加油哦。好。啊，要努力哦。啊，有努力，有努力。胡夏哥哥，要加油！胡夏哥哥要加油！很多大家的祝福，你要一个一个打开来看哦。哇塞！你不要了，你不要了。谢谢他们一路陪我走过这半年的比赛过程，然后让我感觉不是我一个人在努力往前走，然后他们就感觉是有很多人在后面推着我，在帮我打气，在帮我加油，真的很感谢他们。除了粉丝，总是免费帮胡夏加饭菜的小吃店老板娘也是他十分感激的对象，所以胡夏决定主动担任一日义工来回报他。今天你要吃什么？外卖吗？再来，如果再来，还要再吃。从点餐、备餐到服务客人，胡夏学一下就能立刻上手，让老板娘都忍不住想夸奖他。他很有天分，唱歌也跟唱歌一样有天分。未来的超级巨星，未来的超级巨星，哈，
以行动回馈大家支持的胡夏，最后还有句话要送给所有帮助过他的人哦。来台湾比赛，得到很多人的关心和照顾，最近又学会一句台语，我真坦白讲话，但是我就爱唱歌，希望用自己的歌声去谢谢一直关心我和照顾我的人，谢谢他们。胡夏，你最棒！